智能化浪潮带来万亿商机，我们将更加以伙伴为中心来设计我们的业务。只有伙伴成功，才有华为企业业务成功。我写两个字，写共赢。2017年，我们和华为做到了百亿。这两年跟随华为的业务变革，有转型的阵痛期，但是为抵达共同的星辰大海，克服了很多困难后，商业市场实现了最大的增长。长期坚守，就能实现共赢。神州数码的两个字。是契合。神州数码布局了千帆计划，拓展渠道，打造深层次的渠道体系。我们利用掌舵远航新锚点的计划，和华为共同做赋能，做营销。这是企业间深层次的契合。我们将在业务层面不断拓宽，做转型突破，创造价值，成就客户。联强的两个字是至交，唯以心相交，方能成其久远。从2008年至今，我们与华为风雨共济15载，彼此有非常深入的了解，真心为了彼此更好去相互适配。联强将进一步发挥面向全国的网状平台能力，与华为携手并进，共赴山海。佳节的两个字是突破。这两年我们跟华为一起突破传统的布局，响应华为的业务战略，进行地势和人员销售人员的匹配，突破才会抵达，才会获取更大的商业成功。金华威的两个字是共生。金华威是华为合作最早的总经销商，华为成长一路走来，金华威一起成长，是共生，是共成长。长虹嘉华的两个字是涅槃。为什么是涅槃呢？因为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正处华为呢也在转型期，于是双方都是倾心投入，努力合作，实现了浴火重生。在过去的一两年内，通过我们的努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实现了非常好的增长。
呼应曹总，我们电科数字的两个字是加速。自2019年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，华为业绩逐年加速增长，在金融、大企业、智能制造等行业开展深度合作，加速合作提升。我们东华软件要写的两个字叫打开。我们东华软件与华为是近20年的合作伙伴，我们认为呢，只有打开才会有更多的机会。我们东华软件呢，在行业应用上，不管是我们的医疗、金融、政府、智慧城市，都有很好的建树。我未来呢，我们想一方面帮着华为在全国建设更多的算力中心，帮客户呢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。北明的两个字是 all in， 我们和华为在政企、鲲鹏、数字能源、大模型、Meta ERP 全面合作，全面连接。 All in 就是同心，唇齿相依，共创更大价值。今天我要写的两个字是融合。融合的本质是共享、共建、共赢。我们和华为一起走过14年，我们一道解决了中国金融客户从获客、风控到运维等深层次需求，还在互联网、泛政府、烟草等行业携手共进。可预见的2024，我们将在更广泛的领域、更深入的融合完成我们的目标。神州信桥与华为的合作，两个字就是增长。我们更加聚焦华为的业务。去年我们走访全国10多个地区与行业，为人工智能、金融、政府、大企业、教育提供高效可靠的数字化服务，以实现华为业务的快速增长。太极的两个字是担当。我们作为中国电科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龙头企业，数字经济的核心力量，充分打造可信赖的国家队形象，在数字政府、数字企业与华为深度合作，为用户创造价值。华为商业市场真的是我们的机会。华为产品系列权又匹配了全阵的解决方案。通过华为全产品线的产品解决方案，使我们销售能力得到提升，逐步实现了把份额做高。我相信未来可以与华为取得更深更好的合作。华为有强大的研发能力，可以持续创新更有竞争力的产品。广东恒昱紧跟着华为的脚步，在华为昆凌一系列的研、营、工、销、服等政策和措施下，恒昱仍获得了华为分销的稳步增长。跟随华为的方向，持续加强技术人力的投入和建设。未来我们希望华为针对分销市场
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，与合作伙伴协同，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，让我们有成长，有未来。啊，这有点过年的意思了，要不咱们来副春联吧。好，我先来个上联。一个体系，两个目标，三类市场，四粮五落地，六建能力。哎呦，那我这个下联呢，就是700亿、800亿、900亿，马上1800亿。那我来个横批，就是构建能力，继续努力。好。Yeah。我希望伙伴销售经理队伍不断壮大，我希望经销商伙伴发展越来越好，我希望2024年地区部大伙伴做大做强，我希望我们的战术更优，洞察更深，炮弹更强，我希望商业市场实现更大增长，我希望分销业务可以覆盖星辰大海，我希望我们实现以营促销，我希望总经销商业务张力更强，我希望我们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我希望我们和伙伴一路同心同行，愿大家所愿皆所得，合作伙伴发展与管理部越来越好，华为与伙伴同心同行，进而有为，同心同行，进而有为，同心同行，进而有为，有为，与伙伴同心同行，进而有为。北京政企，华为广东政企，华为上海政企，华为江苏政企，华为深圳政企，浙江政企，与伙伴同心同行，进而有为，与伙伴同心同行，进而有为。